大家好，我是热血阿杰黄世杰，欢迎收看热血阿杰频道。今天热血阿杰的上路路时间要来跟大家分享雅典在哪里。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，阿杰，我的这颗鹿角蕨雅典到底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在看这颗鹿角蕨的时候，它的雅典一定是在正中心啊，但是雅典朝上、朝左、朝右、朝下，你就要看一下了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颗，这一颗是飞马。这颗飞马我种的还算是蛮正的，一直符合我的要求，有没有十字？然后它的雅典在正中间。那我们要怎么找雅典呢？如果它有脸呢？那你看，脸一定是长在雅典的左右两边。你看左边一片，右边一片，左边一片，右边一片。叶子一定是从雅典的下方长出来，所以旧的叶子会被压下来，新的叶子会一直长出来。那中间这个带一点绿绿的毛，这个就是雅典。我们来换一个比较小一点。好，这一颗，各位，这么小一颗，很多人会说，哇，这么小一颗怎么看呢？有，其实它有一小块点。那你在看的时候就仔细找一下，正常我们会找新的手出来的地方，在它旁边看一下，有一个绿绿的，有一点毛的那个地方就是雅典。这一颗的雅典在这个位置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换这一颗就比较厉害了。我翻到雅典，每次在翻这个刀很小心，怕不小心一压就把雅典给压够。有雅典确实也是在中间，你看哦，它们都是从中间一直长出手，这一颗还没有长脸，但是可以看到这边这一个小小手，小小手旁边这边有个绿色毛毛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雅典。那我们再来找一颗大的看看。好，这一颗就简单多了。这颗大家一看就跟刚才第一颗飞马一样，左边是脸，右边也是脸，正在出新脸，然后它的新手雅典就在正中间，有没有非常实质？这样子你找得到雅典吗？我们来去找鹿鹿球。这颗是我刚收到的一颗爪哇个体的侧牙，然后我把它绑成鹿鹿球。那这一颗鹿鹿球的雅典呢，很简单，你看这两片是旧叶子，这片是新叶，这片也是新叶，在它们中间上面这边有一个绿绿的，然后今天看起来带一点点的咖啡色，绿绿带一点点咖啡色，这个就是它的雅典的位置。那通常我们在上板的时候雅典是朝上，所以你只要这样上板，然后从侧面看过来是这个样子，这样上板就很好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颗阿福，阿福是一个交配的品种。那怎么找它的雅典？一般都是盆植。我们常常在提，雅典是在左右两边会长出脸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中间是雅典，可以肯定的，这边也是脸，这边也是脸。那怎么找出它的脸？到底是上面这边还是下面这边呢？看到了没？我们的小帮手已经直接把它转过来，看到了没？脸啊，上面会比较高，所以你如果觉得两边都有可能是脸，那你就找高一点那一头，雅典就在上面这边，这边朝上就不会错了。我们现在看这一颗安第斯侧牙，先绕一圈，你会发现哪边是绿绿毛毛的。好，这是新手，脸在左右边，找一下，手通常是在雅典的下方，所以雅典就是绿绿毛毛的地方。那你上板的时候就这个角度上去，脸在左右，雅典正中间，这样就不会错了。再看一次，绿绿毛毛的地方是雅典，脸在左右两边，手是从雅典上下面上来的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明确，所以这样上板就不会错了，各位。好，现在眼前这一颗非常白的是 OMO 的主培苗，那这个脸已经长出来，所以非常明确可以看到中间的雅典，雅典在中间这里，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要怎么上。而且就像刚才所提到的，我们一再重复的，脸长出来哪边位置比较高，它就是朝上面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有点冠出现了，然后所有的手都是从雅典下方长出来，这样可以了解了吗？不要忘了。好，现在这边有满满的 Super Bone， 正确的就是雅典在中间，脸在左右两边，不要忘了刚才的提示，哪一边它的脸是高的，那就代表这边是朝上，这个角度这个位置这样上板就不会错。我们再来找下一颗看看。好，这一颗好了，看到这一颗很确定的看到雅典在中间，脸在左右两边，你看这边的脸是不是上面这边比较有点冠要跑起来，
所以我们的方向一定是这边朝上，这边朝下，这边脸比较高，所以这边朝上，这样子看得懂吗？牙点在中间。这一颗是最近收了一颗非常漂亮的爪哇个体，从中间这边很明确就可以看到牙点，脸，我右边长脸，中间就一定是牙点，然后带着绿绿的咖啡色的毛，这样子大家有没有看得很清楚？如果你找不到牙点呢，你就直接看叶子的基部就能找到牙点。还没上板的，还是你包成球的，那你要找对了牙点，牙点朝正上方，然后调整好位置再上板，这样长出来鹿角蕨就很漂亮。别忘了要订阅的小阿姐的频道，找牙点。